器，遥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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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器。チャックル。ギャル。チャージ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好。咱听秘书长的演讲，大家有欢喜啊无啊？足欢喜。咱即马是一个台湾政府，美国甲咱讲，咱也是拢照美国的指示咧做，一步一脚印。所以，咱责任大家搁足重大咧，大家一定爱做两件代志。第一件，是毋是爱拜托大家，把你的亲戚好友拢邀请来上课？这是足明确的。大家有诶讲要考高考啊，拼几啊年，啊，考袂到。咱来遮受训，咱的学做啊，迄、那个法律的观念啊，咱后摆啊执政了后，四千名拢是咱的公务人员，所以这个、福音，大家要顶来宣传无？啊，拜托，大家一定爱去宣传，拢叫因来受训。第二件要甲大家拜托的，就是讲，你要安怎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？要安怎证明？就是咱台湾政府的身份证。你要入美国，爱签一个。啊，迄、那个入境，迄、那个叫做啊入境书啊 ，I 好听来，啊 I 来听好，歹势啊 ，I 来听好。你入去，伊要甲你讲，你安怎证明你是台湾人？你即张摕好看，啊，你就入去啊。足平安啦、啊！若毋是啊，秘书长甲咱讲，你摕起来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大家毋是公民呢，恁才是国民尔呢。国民身份证，即敢是台湾身份证？毋是啊。哎，个新台票摕出来讲啊，这是新台票，所以言之前还啦，足济个啊啦，所以大家足清楚，甲你的亲友赶紧来申请下台湾啊政府所发的身份证，这是美国。跟政府指定咱来办，100%拢是为美国啊发出来。有人咧甲咱讲，某一个单位人咧发身份证，我300块尔呢。啊，有诶讲啊，才500块尔呢。比看卖，大家就会知啦。你拿迄300块，你去美国用看卖。才让你考去现行犯，大家等下跟你的朋友讲讲300块、500块来，咱两个来美国行一撮，甲招去，你提一张出来，甲伊提一张出来，
来比较看卖，拢免骗啦。我今仔日要甲大家讲，秘书长甲咱讲，咱足尊敬台独大佬，咱也足尊敬台湾本土意识的长辈先贤，咱足尊敬的啦。但是伊定定要甲咱讲啥？黑啊，白纸黑字，定定要讲白纸黑字。有白纸黑字啊无啊？我就是准备几张啊 PowerPoint， 要给大家好看。这拢唔是伪造的，这拢是白纸黑字。好、哦，阿伯，我咱初级班大家也上过啊，高级班大家也真清楚啊，过来学习一摆，好、哦。啊，让大家搁增加印象。咱的目的就是啥？要赶紧甲流亡政府啊，请美国啊，甲咱请伊去金门。金门唔是咱台湾的，马祖啊唔是咱台湾的，啊甲因美国甲中国话拢讲好啊。叫人去平潭岛啦，那无爱去迄两位去平潭岛啦。安尼，我现在啊来学习吼，大家互相搁了解一撮啊，搁了解一哩。这个都是要互少年的吼，有当时啊出去啦，啊拢少年的，怎？我去高雄啊，海军军官校的学生一条杠的，我就杀这张去看。你讲你回去，你翕家翕起来看卖，就足清楚。伊那摕来看看，摕落地也得去。所以这较少年的哦，足爱用这个啦吼。哦啊，所以我给因这个啊，这就是感谢大家啦。大家是不是拢开钱来的？是。足甘心啊，足感谢。哦，啊，这就是本土台湾人拢爱家己打拼啦，那要吃好心爱家己合啦，对唔对啊？要甲大家讲，咱啊，即卖算讲台湾民政府啊，啊，咱叫做台湾政府啊，实际上咱啊，拢是遵守国际法，一定遵守国际法，咱袂讲啊，无要遵守啊，国际战争法甲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吼、哦，咱。啊，一定遵守。第二点啊，咱无要用啥啊暴力甲武力，因为咱要啊和平啊解决咱台湾的地位甲现象，咱用和平，不用暴力甲武力，啊用各种的方法。最好的就是讲，咱就告美国高等法院，就安尼判。啊，你美国，你就爱甲流亡政府抓走。啊、哦，第三，咱对啊中国的这个流亡政府啊，这个殖民的政权啊，无合作啊，咱不配合，也不跟他合作，是安怎？那咱啊，民政府的成员，绝对拒绝选举。以前我唔知这个论述，
当然有去选举过。自参加以来，我无去选举。你望政府会使去查我的资料，你去查。大家爱讲也好，那来参加的，咱拒绝选举，无爱延长伊的寿命。安尼大家有清楚无？咱要赶紧互赶互走啊！哪会阁去介意迄个一定的游戏规则，啊来延长伊的寿命？波罗的海三小国秘书长讲啊足清楚，这蒋经国要死以前安排一套游戏规则来投票。啊，咱甲邓志，毋是好难呢。迄、那个参选人提，那么食烧食冷呢？大家若要选，互恁来，大家一点啊，利互你延长伊个寿命。啊，佮即马政党佮邓志票佮50块，即50块啊，按年啊发放呢。大家那超过5%，哎，伊即马在咧活动啊，吼、哦，民进党诶收几啊亿，啊，伊会使啊，尽量开啊，遐个开开，明年个个几啊亿个入个入账啦，安尼那会歹。大家若讲，哎，大家来算计哦，大家来抢哦，拢免抢啦，安怎免抢？咱用法律，那个秘书长讲个台用笔就好啊，啊，着那无咱来下伊，过来甲告，安尼就解决了嘛。迄、那个台独伫国外一挂台独遮个前辈，咱足甘心。伊讲，若无武力推翻。哪有可能？啊，咱副主席讲安尼好，你徛头前，阮徛后壁对你行。你冲，我哪会要安尼讲？咱较早黄文雄，大家会了解，伊邀请拍啊。这个蒋经国的时，遐个台独大佬拢走去避啦。安尼大家唔知怎样无？我安尼讲，因为咱的同心内底有甲咱讲，真济台独大佬，迄天也知影黄文雄要开枪，是安怎领导的人物？无徛底线，遐领导人物拢走去避，因遐要死哦，好啊，少年你去死啊，因避到后壁啦，看他修行无啦，讲一个歹听就是安尼啦，这是事实，所以讲，哪咧甲咱讲，恁台湾民政府都没有那个 gas， 拢歪枪，那要枪，请因来枪。哦，咱的主张就是安尼。安尼大家知影无？出去，咱讲咱是叛乱分子，啊，叫警察来。哦，现行犯，到尾来警察看看，讲啊，这个是合法的啊，没有事。啊，你报案的，你来登记。大家拢听到吼，已经几啊件，所以甲大家讲，咱的主张就是安尼，啊，若直直贯彻落去，
咱遵守啊，遵循国际法，咱不用暴力武力，咱不跟啊流亡政府所推行的啊来配合啊，来跟他啊员工共舞啦，起码啊民进党哎，台联党他们就是喜欢甜头吃了，跟他们共舞参加选举啊，延长他们的寿命啊。因为安怎，因讲啊，着台湾人爱选举啊，哦啊，这着上好啊，啊，大家分一寡糖啊，给啊，大家来伫来选。希望大家，那是咱的动心，拒绝选举。我一定做个特地好过来啊！这那不是我做的哦。有诶讲啊，这你做的这哦，这伫带伫南京啦，这个纪念哦，伫南京的所在啦，迄、那个啊。中国啊，已经加以设置的纪念啊，不纪念碑啦吼。那提讲纪念碑啊，已经吼，系、哦、啦，蒙牌啦，因为蒙牌已经设置遐啦。这边何安呐？世界的华人呐、啊，知影讲。中华民国讲啊，是中华台北啦，他是流亡在台北啦，唔是啊台湾啦，啊唔是台湾啦，这足清楚啦，吼。啊，这张是。福州的新闻啦、啊，福州啊，啊，福州的报道啦、啊，伊讲，这个所在啊，甲新竹足近的啦，啊，那流亡的难啊，咱啊，咱来讲啊，流亡的难民啊，讲伫遮。中国人伫台湾的中国人，那在台湾家己袂合，也是讲伊家己无认定台湾，安尼好，美国不爱乱啦，美国事先拢安排好啊，啊，中国政府啊。讲共同经营啦、啊，共同管理啦、啊，伊那咧惊啥？咱家那100万人走去中国，迄、那个四处乱窜，阿妈去革命，因哩兵车完了，我出来等。迄、那个有时候吼、哦，咱会去了解吼、哦，中国把国民党赶出来了后，走出来的人才偌济？走出来他2%尔嘛。哎，那后摆咱袂啊，咱用和平的方式，因为咱遵守咱的原则。吼、哦，啊，因若要去，啊，恁做恁去。吼、哦，咱无反对讲，你袂使去哦，恁拢留伫台湾哦。啊，这都是黑子啊，乌纸白字啦，啊，白纸乌字啦，吼，歹势吼，白纸乌字啦，吼，拢啊，这安那讲白纸，安那白纸乌字，咱讲安怎？啊，甲咱讲，拢用是历史啊感情的说法啦，啊。
台湾啊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呐、啊，或、哦、是用啊以前历史的啊观念呐、啊，啊，起码啊别抓恶哩啊，咱台湾以前是安呢，根本这边都唔是。清朝的伊都会使挂出去嘛，啊，这就是啊，白纸黑字啊，足清楚哈，足、啊、清楚啊，大家看啊，足清楚、啊。你们现在才知道，你们那么多，这个是早期的记录嘛，哈。啊、大家蛮清楚的，好啊，这拢是啥？拢是政绩啊！啊，我啊就是真相，吼、哦！啊个啊，白纸黑字，就甘心日本大日本帝国，伊摕了这块台湾，照国际法。伊一步一步经营，唔是讲啊，因那边的流亡政府来讲，哎、欸，台湾是我们建设的，实在讲起来吼，真正未见笑。咱照一步一步，1937年啊。实施啊，皇民化，因为阮迄阵啊，阮老爸我叫学道山，阮老母叫卡姐，啊，就是，这就是因迄阵啊，那是读日本的，迄个皇民化的教育嘛，吼，啊，咱个会使来看，1945年4月7日。这个日记啦，都、就是啊，日本啊正式啊，把台湾编入啊日本帝国的国土啊，这个人民啊享有大日本帝国的参政权啊，干啥参战权？咱有派出去，这有记录的嘞，大家也去也再去查。台湾派出去有这个柯炳啊、甘龙山啊、甘龙仙啊，甲这个林献堂啊，这咱派出三个啊参议员，五个众议员，这拢有记录的。啊，这大家来会清楚，这甲大家讲。这拢是啥？我是白纸黑字，安怎讲白纸黑字？啊，这拢记录伫咧嘛，吼、哦？这是啥物？苏联的国旗呢？美国国旗呢？车轮牌呢？啊，甲英国的呢？伊是来后面来接收。来接受啊，这个咱啊台湾啊，伊讲哦，咱教务长创了一个专有名词，打败仗的战胜国啦，啊，就是 ROC 啦。哎，甲日本小台直直走，直直走，走一个啊，成都去比啊，甲尾下讲，哎，因是打胜仗啦。过来骗咱台湾人民讲，你们也是打胜仗的，回归祖国呢？啊，恁我是啊，迄、那个台湾光复呢？啊，是啊，真正骗很大，真正是在改造要历史的观点，甲咱以前安那，迄阵啊，佫有一个。啊，小的那个啊，
记录哦，伊希望讲，迄阵啊，台湾啊，日本啊的台湾人，伊要叫美国讲看有船无？啊，600万人拢甲要甲载去啊日本去，有这个计划。伊讲人民甲载去啊，伊较好管理啦。啊，讲迄阵啊，才战争煞啦，无遐济船啦，所以无载去。啊，无载去，因读个罗摩咧死完咧，安怎？日本迄阵啊，教育遐好，遐进步。啊，因遐草鞋、布鞋、甲大冰袋，遐落啊，到教时下。去犯咩安怎？讲安尼，因要来接收钱啊，赶紧掏空，迄、那个做啥？用发电机啊来掏迄个传单，回归祖国啦！甲恁骗啦，骗讲你们也是战胜国的国民啦，回归祖国啦！咱看到传单讲，哦，咱也是祖国，哦，安尼足欢喜，大家来迎接哦，就是安尼啊。到尾啊，大家讲来抗议啦！机关枪甲你，甲你扫射，伊即马安怎讲？你们是战败国的臣民呢？你要来反抗，要来抗议啊！我甲你扫射是应当的啦。你看差那么大，骗那么大。就是实在是安尼啊，是安怎？228，美国无出面来干涉，杀尽了台湾的精英，是安怎？美国无出来干涉，因为美国迄阵那足客咱本土啊台湾人，伊安怎？高沙子啊，伫啊菲律宾，甲麦克尔塞前面麦克尔塞却无他做统帅啦，却走下去啊，迄、那个澳洲去。所以这个历史，大家拢所以因我足惊高沙义勇军啦，看到高沙义勇军啦，因美国人带咧带好啦。叫啊！流亡政府来甲恁管，啊来甲咱骗。光复台湾啦、啊，插拢插美国国旗啦。安尼，啊美国计无看到啦。好啦，恁会得管就好啊啦。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，我阁丢出来这个问题。孙立人事件，恁大家知影无？伊去予麦克尔帅叫去第七舰队，甲讲台湾要来予你管，因为阮清政府叫你管，因对蒋啊迄、那个蒋介石无信心。行去予中国摕去，所以要叫伊来管。即个讲去甲蒋介石报告啦，我啥干啊？软禁。迄阵啊，菲律宾、美国有关单位啊，甲菲律宾讲好啊。恁会使一个所在，和这个中国的流亡政府这个人来住无？拢讲好啊、哦！啊，拄啊，好到咩啊？寒战爆发，所以接无甲伊真正的实施干，依照国际法，你来遮，半年来接收了后，你爱成立民政府，爱正式啊，予咱本土台湾人
诶，民政府来接管，无啊，唔啊，啊伊好搞命，啊即啊因为安怎呢？伫国会啊，蒋宋美龄底下关系做了就好，啊安尼啦，甲恁买军火啦，啊阮来顾啦，就是安尼延续一直下来，好，啊即就是拢是还是要做啊。别抓乌里啦！啊，咱秘书长去过美国，最高法院第一条安怎甲咱判？台湾人无国籍，啊，就是安怎？因为1946年1月12日。讲啊，光复啦！啊，本土台湾人啊，集体归化中华民国国籍。英国、美国连山抗议，无承认。啊，无承认。咱这张身份证现在足好用啦，就是安尼嘛。咱摕这张身份证。100%有正当性啊！这就是国际法。安尼，大家爱努力去鼓吹啊！面，足感谢啦！吼，大家较认真去鼓吹这张身份证。这张身份证，咱拢是足合法的。咱本土台湾人，咱。就拿这张啊身份证，啊，因为迄阵啊，英国甲美国拢抗议啊，吼、哦，这那是，这叫做我是啊白纸黑字，啊，这唔是我咧讲，哎，2004年，国务卿这个啊鲍威尔将军，啊都。10月24日就讲啊，啊10月25日啊就讲啊，咱台湾都唔是一个国家，好、哦、啊，对啊，啊就是中华民国唔是一个国家，啊，这就是啥？这就第二个判决嘛。第二个判决，台湾是世界上啊不承认的政府嘛。这就是我是啥？我是白纸。黑字哦，啊，咱大家都这话足清楚，这就是啥？咱即马咧解游戏啦，伊甲你伫遮，咱提这件啊，拢啊，流氓政府中华民国的，无怪讲我以前我讲诶、欸，我20几岁时阵。我去印尼啊，诶，足奇怪！咱这本啊，车轮牌出去讲，来来来，叫啊排规队讲，哎，来来来，第一届入印尼讲，哦，别人滴滴出去，诶，咱讲叫规队讲伫遐咧排啦，搁伫遐咧等啦，因遐处理了才来处理咱的。啊，我迄阵啊讲啊，安尼足晦气的，这个国家咱入的，咱唔知啊，敢讲。那迄阵啊，讲咱那较衰去摕一本，啊，到尾啊，我入去印尼安怎？啊，我无爱安甲因倒啊咧拜啊啦，敲电话给我迄个代理商，我迄个代理商叫一个旅行社的人，我是包裹啦，迄个护照，迄个护照，啊，我伊来讲啊，这个我的人啊出来，啊，我都安尼出去啊，啊，就是安尼。啊！迄、那个像迄、那个、迄个做车轮牌，迄个像以后旅行社去处理啦。啊，可能都爱硬美金咩偌济，啊，迄是旅行社去处理的。啊，这我的经验嘛，啊，讲者予大家啊知影的吼。好，我看大家这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吼，啊，我要来。这拢是要做啊，
白纸啊黑字的代志。但啊最后有一个吼，因为咱的这个吼，咱的学员呐，甲咱讲。伊上班出去都足奇怪，咱这个所在拢分砍掉了啦。秘书长跟你讲啊，讲美国跟你讲，咱这个是政府机关的单位，当然美国在保护嘛。所以大家上网去查看卖，哦，确实是安尼啊。安尼，这大家，吼，这拢是，吼，大家，吼，最后。拜托大家，两件代志拢做，有大家做好，好不？第一是啥物？介绍来者受训啦，亲友拢介绍来者受训，安尼好唔好啊？第二就是讲，大家赶紧主动去换旧身份证啦，安尼好不？啊，足感谢！我报告到这，感谢。加格力，加力，哈哥，嘿，伊啊吼，伊啊，摕出来桌垫，互人清扫。